光速新闻快报，我是主播卢米娜卢咪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提醒您尽量宅在家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并看看我的洗手影片哦。影片连结在下方说明栏。嘿嘿。不过你会说宅在家很多事都很不方便啊，别担心，接下来为您特别播报一则消息。由于最近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，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，这些需求嗨念光世代都听到了，特别推出多项方案到今年年底给大家做选择哦。需要居家办公的上班族，觉得网络不给力，有提供短期租用的网络服务，接线费只要500元，而且免收嗨念设定费1500元哦。需要在家学习的学生也不用担心，我们也提供线上学习方案，除了给你又稳又快的网络支援外，内含消费资安，并加赠 AMC 空中美语、亲子天下、 Pokemon 线上学习、实体学习课程3选1，让你学习不因疫情而中断。有些上班族心想怎么办，要居家办公用，小孩又要上网自学，网络安全该怎么办？免担心，因为我们有家庭安心包，在家上网走到哪连到哪，超方便，最低每月只要16元，花铜板价就能享有超强的防害守门员保护力。在家肚子饿或无聊的朋友们也不用烦恼，海内光世代外送平台方案加赠 Foodpanda 吉祥券，最高可享3800元哦。游戏电玩方案加赠 Sony PSN 点数卡，最高可享3500点，或 Steam 点数卡，最高可享3000点哦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海内光世代也贴心的帮大家想到，家长小孩都在家的多人使用情况下，像是家长要办公，小孩要追剧，我们也有 High Netflix 加 WiFi 全屋通方案，申请指定速率享 WiFi 全屋通月租费0元，让家长安心办公，小孩乖乖在客厅追剧。海内光世代还有鲁米娜陪大家好好在家安心防疫哟。还有，现在除了短期租用方案之外，刚刚提到的方案，6月30前新申请或申诉100枚以上，最高加码送价值1000元的哈密 points 或商品卡，快来手刀申请吧！最后，海内光世代因为知道疫情应该避免外出，为了鼓励大家多多待在家，所以5月24至6月30期间，透过网络门市申办指定宽频方案，特别加码赠送哈密 points 600点哦，鲁咪！方案详情可上网络门市查询参考。那么大家保重身体，健健康康，海内光世代做你居家防疫的好伙伴。今天光速新闻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，鲁咪。